生活的不如意曾让他放弃自己，经由农村培根课程去创造自己的价值，成为野烧陶达人。国小勉强毕业的农村阿嬷，简单的日历画作开始社区绿美化，为农村留下最丰富的诠释。这条淤积多年的水圳，因为村民们自发性的清淤，百年水圳重启了新生命。